多人讲讲讲，一切用口讲，口讲得风光，内里埋藏住无比嘅肮脏。既然真相唔曝光，又点会怕真面目唔见得光？我哋嘅实干都及不上佢不停杀放，实在太可怕。停止麻木好吗？自主相信大话荒凉之一个大家。是真唔识分真假，定真心信佢讲真心话？最可怕莫过于佢讲大话，讲到似讲真话，但结果竟然仲有你，相信他。讲到位不对，那又对不对？谁分错与对？非对错，谁分对与错？只好慨叹事不如我。如果会有如果，如果我真系有错，错在我唔系当红嗰个。你唔怪我，可以怪边个？一把嘴帮你脱罪，你把嘴将我入罪，这是超过可怕的，令我太累。